哎，大家都醉，大家都昏倒。啊不啦啦啦不啦啦不啦啦啦！江江江江，有一条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跳江好了。啊噜噜噜，啊喽哈！哎，帅哥帅哥，你不是三女大夫吗？耽误一下时间哈。啊哎呀，不要这样啊！你先拿着一下，拿着一下，你拿着一下，你拿着了，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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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了，我拿，耶！哎，我是那个还在就学的学生呢、啊，啊，我们学院专门学设计的 啊，这个包包哎，我们自己做的呢，我们系上学生自己设计的啊，你要支持一下，一个才300块。你是渔夫吧？啊，不是啦、啊，我们小小的书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那个是楚国的市场开一家分店啊，就像，哎啊，拜托你大哥你，完成我们微博的梦想，你就出一点钱嘛。你给我去钓鱼。我是卖包包的，不是渔夫。哎哎哎！你怎么把包包丢地上了？来来来，拿着拿着拿着！我就是因为这些包包，我才会被国家赶出来的。开闸！众亲们，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了呢？一定是税真的不够多了，课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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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叫你们不要再买包包了嘛！我夕阳，问题不在这里了。流氓呢？流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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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氓呢？我想你。就还是滚蛋吧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是因为你没跟大家一起买包包，被流放啊，应该啊，啊，这叫做与世推移，你听有无？啊，人饮酒你就饮酒啊，人买包包你就买包包，唔就无代志啊哈！你这呀，不要再吵了，我不会买的。不管你再怎么讲，讲到马车变南瓜。李俊被下巴，李俊本来就下巴，我就是不会跟你们一起，大家一起堕落的。你这个没有爱心的人，我小小的心就这样被你击碎了啊！小朋友，卖假笑，你是渔夫哎、欸！啊，不是这样，我啊，哥被起老爸老母，还当初买这个渔船、还渔竿的贷款没有付啊，没良心的姐！啊，算了算了，你这个穷人，我来造，我来造。水好脏哦，洗脚脚，洗脚脚，变干净喽，洗毛毛，洗毛毛。干！我的钱包。